颠覆传统城市经营模拟游戏总是严肃认真的刻板印象，黑色幽默风格的总统万岁系列也推出最新的第五代咯。玩家要扮演被派到一座小岛的总督，透过经济、政治、外交等各种方式来建设国家或是累积私人财富。一开始，玩家只能够发展低技术、低利润的产业，透过外销木材、农产品等原物料来赚取经济利益。等到累积足够的基础之后，就能够发展更高利润的产业。游戏分成数个不同的时期，在最早的殖民地时期，玩家要在任期之内鼓吹人民独立；进入世界大战之后，则要在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做选择；接着还有冷战和现代，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情势和要面临的挑战。另外，人民还会分成资本主义、共产主义、独立主义和保皇主义等许多不同的政治派系。只要透过各种建设以及决策，就能够改变他们对玩家的正反面看法哦。游戏当中还有许多的任务和事件，每个决定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。像是遇到人民抗议，可以选择镇压、贿赂或是协调。每当接近选举投票日时，要是支持率太低，也可以使用作弊手段寻求连任等等。丰富有趣的内容，让你怎么玩都玩不腻哦。